戏子的命是活在台上的，台下种种什么肮脏龌龊，你想他干什么呀？咱们是活在台上的，只有在台上才有咱们的日子。上了台，是西施就得端庄典雅，是贵妃就得雍容华贵。你看看，台下这么些的观众，如痴如醉地看着你，在这儿那才叫做活着。大衣箱，蟒袍官衣，开裳斗篷，男披女披，靴子八件，正黄正红，藏青水蓝，浅灰粉红，全黑全白，男女各一。二衣箱，大靠软靠，肩衣马褂，暴衣暴裤，桃子大带。三衣箱，带管靴包箱，坎肩腰包水衣，胖袄厚底包底，夫子履各一十四双，彩鞋二十，敲七副。盔头箱，七把箱，刀枪把持，手就台慢，前台装衣，后台装点，一并在此亲测呈上。瞧喂，一个十五六七，一身粉嫩的小姑娘，踩着这白底金丝的鞋面，不是更透着机灵秀气吗？孙玉娇是个小姑娘，这鞋样怕太招摇了，合适吗？师父，您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是唱角的就没有大脚，生也好，淡也罢，这双脚从小就得收着压着，否则上了台一双大脚能看吗？咱们干这个。
戏台下的不圆满不都得到台上去求吗？唱戏不就是为求个圆满吗？分清了那还唱得下去吗？不就是唱戏吗？就唱吧，穿上小绣鞋，大戏唱起来。